Fish， 你还算是个人吗？论走了，他哭得多伤心，你知道吗？你却连再见都不跟他说。还有，我告诉你啊，他说跟你分手啊。这样子都骗不到你、啊。怎么样 ，Fish？ 你很喜欢这种方法跟我说话是不是？要说站起来，站起来嘛！OK OK， 算了算了，我现在不跟你计较那么多了。我们上课。Be not afraid of life. Be not afraid of life. Be not afraid of life. Fish， 你相信吗？我们所有的人都努力的叫醒你，为什么你不醒来呢？你记性那么好，你记得住我们吗？你对得起我们吗？你对得起你妈妈，对得起你的兄弟，对得起第五镇，对得起面具师太吗？啊！好啊，你记性要是真的那么好，就整本，整本你给我背起来，背起来，笨蛋 ！Damn it! Damn it! Damn it! I choose to risk my significance to live so that which came to me, the seed goes to the next girl's rosy. Damn it! 知不知道你很吵 ，Fish？你们每一个人说什么做什么我通通都知道，你呢每天跑到这里强迫我读英文，王鑫、艾森斯、大贝每天就来跟我说修巴士的事情，那个妖女呢还捏了我的手臂，灭绝师太还咬了我一大口。那你为什么不起来呢？因为我实在张不开眼睛，起不了床。我撑那么多年了，累了，让我多睡一下，总可以吧？我扶你。这个大烂泥。哦，你是怪你那边好兄弟没有来看你是不是？他们很忙的，出院这种小事，他们出现干什么？可恶的家伙，竟敢不来看我！一定要让你们尝一尝我的十字耍！没关系，我不会在意的。哎呦，你看谁来啦？佳玉，阿玉。We are back！ 那不是什么？巴士修好了，快点！嗨，各位乘客们，你这个土包子！我们是最强的老朋友。有一句话呢，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对你说。哎 ，Fish 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是 gay 啊，你可不要说你爱我啊。嗯，好恶心哦。Thanks。你要谢啊，你就要谢谢他们，这都是他们辛苦的成果。没什么，没什么。谢谢你。哎呀，不要谢，不要谢。好了好了，没说那么多了，上车。好。等等我啊，这个可以开动啊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耶！Mr. Fish， 请问你要去哪里啊？布宜诺斯艾利斯。OK， 好，
各位乘客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下一站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，要出发了。耶！你该快乐，却有点悲伤。你没说实话，笑得很勉强，人对他念念又不忘。关于你和他，似乎有隐藏，早已和从前不像。什么啊？难道他要穿裙子吗？笨蛋！听说校服要特别设计哦。哎、欸，不知道帅不帅哎、欸？不知道，好像他运动很好吧。大家好，他就是新来的插班生，尤雅瑜同学。雅瑜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尤雅瑜，我今年17岁，然后是个男生。尤雅瑜是从西街那边来的，也许你们听过他的名字，也许知道他的事情。不过不管是谁，大家都是同学，大家都受同样的教育，同样的对待，一律平等。好了，我的话就说到这里了。希望你好好的学习，习惯一下新环境。哦，对了，蔡老师因为请产假，所以我请了新的代课老师当你们的班导师。忧伤大于快乐，连彩虹都只剩下一种颜色。为什么你在这里？因为我根本没有离开，所以我的信全部都被退回了，对吧？啊，对了，就因为爱没有规则。哇，各位同学，请你们安静，同时也请你们回到你们座位上。敢不敢跟我再斗啊？耶耶耶！